看今天元宵节桃园灯会呢办了亲子秀的活动，光阳扭转乾坤，新元宵迎牛年，桃园灯会热热闹闹登场，周日更举办了服装亲子秀，家长跟小朋友卯足全力，不管是应景的牛仔造型，还是讨喜鲜艳的美人鱼，或者是花仙子的装扮，再再都吸引了现场媒体的目光。我的奶奶一样是花仙女，帮你找出来。办什么不重要，就是超炫的，可不要小看这一身的装扮哦。像是这一位阿嬷从头到脚一点都不马虎，连一旁的小孙女都超开心的。这个我女儿去买的披风，哎呀，然后我就亮片给她缝一缝，这样子而已。连头发什么都我自己做的。可爱的小乳牛小公主让这一场亲子秀宛如是化妆舞会，也让桃园灯会多了全家同乐的气氛，更和旁边五彩缤纷的花灯做了最好的呼应。中央新闻张雅颖、郭建信台报道。